这是大乘法最困难的一桩事情，难不在外头，在自己。自己说不会用心啊，祖师大德常常啊测验学生，你会吗？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呐、会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就会。起心动念不会也。这是圣教大乘难传的地方在此地。一个老师，学生很多啊，谁能够传呢？谁能够体会这？这没法子教的。你要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才能契入。起心动念把你的契入的这个机缘全破坏了。可是就是平常听都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有自己的成见，那就是障碍。佛菩萨没有，佛菩萨心永远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学佛之难，难在我们对佛法没有真诚的恭敬心。佛到底是什么？佛不在外头，与释迦与弥陀根本不相干。佛在哪？佛是你自己的自信呐，不在外头啊。真诚到极处，你就见到了。中国古人讲诚在灵，没有诚意，全是妄想。你要具足诚意，一切法当中都能够见性，一切法当中都能见佛。自信弥陀啊，自信释迦了，自信毗卢遮那了，你见到真佛了。相即是性，性即是相，性相从来没分家了。